乜嘢？世界的光，各位兄弟姊妹，其实呢个比喻咧好简单嘅，但系好恰当。大家知道食物咧可以就冇味道，或者即系呢间禅堂里面咧，如果冇蜡烛啦，或者冇灯，就我哋睇唔到神父同埋其他教友咧，佢哋做紧乜嘢？喺《圣经》里面咧，特别《执谷记》第三十章三十五页有讲，而香果的配植乏味成香，再加上盐，或者咧系《勒未记》第二章十三节，佢话咧凡地的所制仔民都要盐加上盐。咁咧，点解耶稣讲咧？你哋系地上嘅盐，同埋世界嘅光。喺今日嘅福音里面咧，马窦福音，耶稣讲：你们是世界的光。不过咧，系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页，耶稣自己讲：我是世界的光。咁喺边度咧？喺呢度咧？边个就系世界嘅光？系唔系耶稣或者我哋咧？其实系约翰福音第九章五页嘅，耶稣曾经讲过：当我喺世界上嘅时候，我系世界嘅光。耶稣而家咧，即系唔喺呢个世界上，佢为咗要俾一个地方俾我哋，佢自己咧要俾呢个地方之后，佢都会分离喺我哋嘅中间。呢个系耶稣嘅最内涵。不过咧，呢个最内涵咧几时？其实我哋而家就系等紧。咁咧喺呢度，其实好清楚。当耶稣喺呢个世界，我哋就系地上嘅盐，同埋世界嘅光。咁咧喺福音里面，特别今日啦，耶稣好清楚讲：你哋要做盐，同埋做光。点解我哋要做盐同埋做光咧？我谂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耶稣叫我哋做啦，圣经有讲嘅。我哋藉着世界，藉着世圣世咧，即系进入教会嗰阵时，我哋就有新嘅身份，先知、师仔同埋君王。即系透过呢啲身份咧，我哋能够新嘅生命，为咗地上嘅盐同埋世界嘅光，让我哋认清自己嘅身份，知道自己嘅方向，充满希望嘅认罪同埋将来做真嘅基督徒。呢个系第一个原因，点解我哋要做地上嘅盐同埋世界嘅光？第二个原因就系信仰咧，就系生活。我可以咁讲咧，用信仰做见证。生命咧原本系单纯嘅，不过咧越来越复杂。回到之后，我哋唔系作为生命聚会，而系作为欲望野心，唔系为咗生命聚会，而系为咗财富、权力同埋地位。我哋而家
生活真係腳忙碌得好，其不安靜，充滿咗慾望、煩惱。即係忙碌，就係啱啱我哋即係特別喺聽講咧，大家都忙得好犀利。其實咧，結果就係生活越嚟越不幸。生命需要嘅就係和啡空氣同埋陽光。基督徒可以用我哋自己嘅信仰做見證。當我哋嘅世界黑漫漫嘅時候，我哋將耶穌基督嘅光同其他兄弟姊妹分享佢嘅愛同埋喜樂。雖然我哋自己咧只係有限，不過好似九種方濟各話咧，當我哋有限嘅時候，天主在恩重加恩重，呢個係聖經裏邊有講嘅。咁咧，其實我哋嘅增福得兩首位已經開咗開始咗嘅啦，佢要佢嘅人類嘅恨。可以做見證，服務其他人。咁咧，可能大家有聽過呢個故事嘅啦。有一個生路黑眼嘅人，雖然咧佢睇唔到嘅，但係佢個聰明，佢有一個燈籠可教嘅，不過咧仲有用嘅。佢咧平時晚上咧，即係夜晚先至捉雞嘅。佢捉雞嗰陣時咧，佢都會睇埋佢嘅燈籠，真係好奇怪喎。自己睇唔到，不過咧仲用燈籠捉雞，呢個真係好奇怪。咁咧，如果人哋問下佢，佢就答咧：你哋知道。我睇唔到，我好希望咧，你哋會睇得清楚世界嘅路，最後睇到。